对面就是香布尔城堡，是香布尔城堡的正门。侧翼回廊，路易十四出来打猎的图，弗朗索瓦一世，狩猎者之屋。城堡最经典的双螺旋楼梯。一个挂毯，这里是皇后的寝宫，这里是国王的寝宫。白色和红色的主题，喝茶的地方，总督的房间。看这个双螺旋楼梯很好看，哎，超美的，两边超大的窗户的。城堡里的小教堂，背后是城堡里的小教堂。打猎的战利品，可以看到这个屋顶上，看下去的这里的花园，近看还不错，这个角度超帅的。背后就是城堡的主塔楼，哥特非伏壁的感觉哦，高耸到天际。双螺旋楼梯的中间的廊柱，这个角度的拱顶好美呀，哇，超高的。空心的廊柱，香布尔城堡的侧翼，看这个大大的超可爱的。